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天下父母心，有诶老爸老母每日伫咧烦恼，因咱家己诶囝儿唔做咪，即句唔做咪，代意三字诶意思，简单讲，就是讲拢甲人行歹路，大路唔行，行弯岭，好人唔做，起来做歹行。做咪做咪，就是灾情，做了有发展。厝边头尾亲戚五十比较落去，人个囡仔拢安尼照起工伫咧做，照起工伫咧骨力拍拼，照起工伫咧创造家己个名声。趁有趁无是无枪灾呢，独独干阿你唔做咪，这个唔当然就是反对后壁做咪这两字，所以扣做三字。有时啊做老爸做老母个，我哪会怨叹？怨叹讲，到底天地摧白，为怎样恶作业？恶作业，简单讲就是创治。我那代志，三字的意思。天地来恶作业，予我生甲你一个歹囝。细汉的时阵，老母敢无照起工甲你教？结果讲一句，你甲我应两句；讲两句，你甲我应五句。实在我的硬也袂硬，我得爱恨天怨地，我得爱来问天地讲，过去。我敢有倒位侵人，敢有倒位将啦？无嘛，无的时阵是安那？你这么恶作业，恶作业，我那代志三字的意思。老爸老母为着这个囡仔，无通好食困，无通高枕无忧，无通安尼清心过日子，好食困好食困，我那赶快三字白做伙，食甲困是日常，每一天咱人的积极行动，当然咱家。靠大解说，好食困，就是日子过了会清闲。啊，甚至有迄个歹囝，锁匙的牙当来偷开，偷摕簿仔，偷摕金银珠宝出去当。老爸讲台换锁，老母讲唔通。我老君责，老君责，就是代志按算在先。即句话三字的解说，讲我知影咱囝伫外口面，若讲已经开较大，牙锁匙当来开，对伊是较好，无较歹。啊！若无伊，若出去拼，出去偷摕，若犯刑法的时阵，咱毋是愈艰苦。朋友，你甲听，这叫做天下父母心，甘愿厝里的门锁唔关，互囝开门入来偷摕，你甲看有甘心啊无？古早的台湾人，古早的台湾话，甲你互相体会、参考、甲探讨。